谢谢大家这几日以来的帮忙。那等一下我们两点的时候才会开始记者会，谢谢。不管，就随便问一个，就想问他们。大喊声明的部分，然后我们会开放一些题目让大家来做 Q&A 的部分，可以厘清一些问题。然后在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公司这边还会有一份声明，到时候再给大家。那等一下两点的时候会开始，再麻烦大家再多等待一点时间。今天谢谢大家来到这边，谢谢。 首先，再一次的跟我的老婆、小孩说声对不起，还有我的家人、爸妈，一直支持我的朋友。 还有我的搭档耗子，说声对不起，真的很抱歉，让大家失望了，这些日子很难熬。 做错了，这是非常严重糟糕的错误。所有的批评、代价，我都虚心接受，并且负责面对。 身边朋友的打气，我也都铭记在心。最感谢的，就是我的老婆，她愿意陪着我走这一段。 非常艰辛、非常难熬的日子，我的老婆、小孩，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责任，是我的承诺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加倍努力，守护他们，不让他们再受伤害，永远在一起。 这些日子。 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谢谢大家。 发生这件事情。 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：“Grace， 辛苦你了。我们大家都很心疼你。那么这件事情，在伦理道德上，还有社会的期待。”
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。身为阿翔拍档的我，还有身为谢欣师兄的我，他们犯错等于我犯错。我在这边要很郑重的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。事情发生的第二天，我接到我妈妈的电话，她就跟我说：“啊，浩子，阿翔，发生这个代志，你袂使安尼看人袂起，你知无？你爱对阿翔较好嘞。”阿妈爱对先生较好嘞，恁两个袂使安尼拆散，爱阁继续合作。我很感谢我妈妈在这么艰困的时候打这一通电话给我。然后号角响起，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解散。最后，我想要再郑重跟大家说对不起。我没有奢求大家的原谅，我只希望你们有听到这句很真心诚意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完全不知道，到目前为止已经完全没有联络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顾好我自己的家庭，谢谢大家。对不起，请问你的题目是？我说那是心有感，他调了工作，然后没有联系他。工作上面的安排，全部由老公司帮我们做处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顾好我自己的家庭，弥补我的家庭。谢谢。我觉得在一起长短，不管是长或短，他们就是错误的，他就是犯错了，不管时间或长或短。十几年来的工作默契，十几年来如此的熟悉，在这一个多月发生的变质，是我没有拿捏好好朋友之间应有的分际。再次跟大家道歉，对不起。
老婆公开的信件，我非常谢谢老婆在这段日子愿意陪我这样走下去，愿意陪伴我度过这艰难的时刻。他想要对我说的话都写在这一篇文章上面。其实事情发生以后 ，Grace 她有传简讯给我，然后她说阿翔现在很不好，拜托你帮我鼓励一下他，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告一个段落。今天非常非常谢谢大家来到这边。有关于节目的部分的话，就是等一下我们再一并回答，谢谢。那这边有一份就是公司的声明，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大家今天来到这边，不好意思让大家今天这么忙碌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的记者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那我们等一下老板再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。那因为他今天就是身体的状况并没有那么好，就是有点感冒，声音有点沙哑，所以呢等一下我再请老板出来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就是老板今天有点感冒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时代创意郑重宣布，公司旗下艺人阿翔、谢欣即日起两人演艺工作全面停工，各自反省检讨。再次向社会大众表达我最深的歉意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想他们可能心情上还有很大需要调整的地方，等他们恢复之后我们再说吧。好，不会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今天真的辛苦了，谢谢。停工之后，真的薪水少了很多，但阿翔的部分呢？对不起，你的问题是什么？之前报道有说，就是现金因为停工，一个月少掉十几万的那个收入，那阿翔的部分。现在目前我们就是还在评估当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